这蘑菇真漂亮，你看看，肉厚，嗯呐，多好。嗯，这蘑菇肉真厚，越天冷冻蘑越厚啊。对呀、啊。哇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发了，你发了。我发财了。嗯呐，发财了，发财了。这一棵树，这一半没问题呀、啊。那是，哎呦我天了，你溜。见笑脸儿了，这是，这一道好多地方都被人踩过了。对，嗯、人走一趟线儿，它总有漏的。这小的就留着长。你看这小芽子，过两天还能长。这紫色的，你们看像不像中毒的蘑菇？我怎么就碰不着这样的树？你刚才那棵树不也不少吗？你没拍呀？没有。默默的在嘎蘑菇，感觉嘎蘑菇嘎了半个小时。那一棵树，那年我和你妈就在这，就这几棵树嘎完了、我俩就背不动了，我俩就开始回家。第二天俺们现在再来吧，再来就没有了。这树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一直到头，全是蘑菇，真爽。不是这大蘑菇，你为啥搁着不采呢？我这嘎跟前呢。这多稀罕人呢！这蘑菇，真跟养殖的似的。有的朋友说，我们这蘑菇是不是在山上钻孔养殖的？养殖不养这么远啊？搁家跟前养多好啊，跑多老远。而且山上这都是那个谁碰上是谁的。对，我爸刚刚在道上在那啊，这树上的蘑菇原来都是我采，这家伙今年被别人采了。嗯、我说那都叫你采了，我说人家过不过了，谁碰着就是谁的，先到先得。哎，采这个冻蘑这个手感哈老好了，热嘟嘟。嗯呐，但是以后这个冻蘑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。嗯，冻蘑它是长在树上，不像真蘑，真蘑长地上。这个冻蘑长树上，树烂没了就没了。嗯，我爸的窝子现在都少老多了。啊吼！啊吼！有了。赶蘑菇，你手转不过来，你不得一点点的。那不好了。我打的快，不像你打那么慢。胖子架上几棵树就行，就够本了。跟前树你都溜达遍了？溜达了，没有，都被他们踩了，就这两棵他们漏下了。啊，这小宝贝真烦死我了！我跟大家说啊，为什么我们在山上不戴那个蚊子帽？家里真有，去年买了，嗯、但在山里，第一是我爸戴那个蚊子帽吧，他找不着，就是容易迷失方向；第二是他戴那个蚊子帽，这山里面树杈特别多，他不像养蜂那地方，养蜂那地方他。空旷哈，它没有树条子，这里面都是树条子，那走走刮一下，走走刮一下，哎呦我天，这在山上不用干别的了，光在那块整帽子了，所以一般我们都不戴。下次我还会来的，是光头强。下次我还会来的。灰太狼那是、啊、灰太狼，光头强是伐树的。哎呦我天，你可愁死我了。你说拿市场上像不像养殖的吧？嗯，可别说咱这蘑菇是养殖的啊。哎呀，真漂亮。好看吧？好看好看。这一盆哦，走嘞，有分量。哇，这是要过节了呀！节鸡呀、啊、鱼呀、啊、猪啊都遭罪。你看看多大的鱼，妈，你把手搁那比量比量。啥比量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鲤鱼跳龙门了。多少斤？还给你爸照张相。十二斤的鱼。哎，妈，给你爸照一个。应该捧那个黄色的鱼。行，老弟，捧个黄。那黄的还烂扑腾。不是，那你能捧的？他不让你也不让，看你俩谁能不让过谁。你俩从来没绑过这么大鱼。这是那什么？扣个腮绑了，拖着尾巴。哎呀呀呀呀呀！绑尾，
转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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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转过来，不是鱼转过来。他生气，这样似的还。我一松它就掉地下了。你转呐，转呐，好。一二三，你俩都下耶！哎呀，好，谢谢。一二三，今天四百鸭上山了，炖鱼吃。东北一道名菜呢，叫什么莫德利还是莫什么利？炖鱼。蘑菇也。哎呀，闻香味儿了。哎，四百鸭。哎呀，真香啊！一餐这么多蘑菇。啊。熟了吧？快、嗯、了。这嘎巴，谁家先吃吃一盆？鱼子、嗯、粉条子，嗯、尝一下咋样？炖的你尝了，炖的鱼。嗯。嗯，可好吃了，姑娘。没有我的菜。咋没有你的菜呀、啊？这鱼不挺好吗？不是，你尝尝鱼，你尝尝粉条。你知道这鱼头，肯定是给客人们吃的，带个鱼子。哎，姑娘，你尝我这次做的，相当的好吃。你也想来一根？嗯，小胖子。我以前没做这么好吃的，你尝尝，让你爸尝尝好吃不？我讲。行。一点土腥味儿没有。吃真好吃。人说小孩不能吃鱼子。谁说的？小时候你们就这么告我的。姑娘，你尝尝这粉条。那我尝一口吧。姑娘，你吃一口就垫垫第二口。这种鱼好吃，大。对，不小鱼好吃吗？是。哎呀，超过十来斤的鱼哈、啊，刺儿还大。嗯。那我闺女一般都不吃鱼。人都说嘛，吃鱼的聪明。咱家你俩聪明，我傻。我真拿。你俩愿意吃鱼呀、啊？你猜有个饭店，这个盘可值钱了。啊，那是。我爸妈的习惯是啥？就是无论吃什么，都得和饭店比较比较。今年过得真快，嗯，再有两个月，一年过去了。哎呦我天，你真行。笑什么？嗯，我怕你爹饿了。人都说你瘦了，嗯，说你老了。真的。我也老了，我那天照了证件照去，我也觉得我老了。我给你拿，就是感觉我都老了。嗯，你不知道我快三十了。嗯。你还以为二十四十八呢？你还以为你十八？想想吧，坏了。姑娘，我跟你说过啥话？记得。人过三十，天过五。我妈没说这个，我还没到三十呢。我妈说，人一过二十，那日子嗖一下就过去了。嗯，就是。还等着人过三十天过。不是你们两个一点都不会安慰人。我说，你看，感觉我老了。我妈还在那，你以为你十八呢？你怎么那么会说个话呢？你就说没有，你看你拍多好啊，你就这么说就行了呗。哎，我真不会那么拐弯呢。我们都说话，没说良心说话了，这人不得劲。吃差不多，别人吃伤了。嗯、不吃，真好吃。今天我多长时间没吃，这真好吃。那你明天你再炖点，你给他们送去，给我老客人。我上不去楼。我给你送，给他送过去呗。哎呦我天！老头老太太，他有的时候他不是个做，不是个吃的，你就做完了之后，我给他端上去就得了，完事儿不用你上，直接你给他点钱。对，我直接我就把钱给过去了，就不给他买东西了，他自己要啥买啥得了哈。你腿脚不好，你也上不去。我现在上去看看，他多长时间没去看？你上去一趟。那我得瞅瞅去，这吃个饱饱的。哎呀妈！今天我多长时间没吃这个鱼，这个香啊！我今天吃的真香啊！吃饱了、啊？嗯，今天吃。他一口饭没吃啊？没吃，全吃鱼啊？全是吃鱼。你太厉害了，大姐呀！那。